第十八题，一篮球由高楼处自由落下，且不计任何阻力，着地后又反弹，若向下为正，向上为负，则其 VT 图为下列何者？它一开始是往下掉的，所以一开始的速度是为正值，所以呢 A 跟 B 呢都是错的，它一开始的速度是负值，然后呢它会越往下要掉会越来越快，所以它应该是一开始的时候速度会增加，而不是像 C 这样所显示的速度会减少，所以 C 也是错的。所以我们只有猪是对的，它一开始的时候往下掉会越来越快，然后呢着地反弹的时候变成负的，然后原来负的很多，然后到越来越慢，到最高点停下来，所以呢猪是对的。所以第十八题问我们说，则其 VT 图为下列何者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。